压我，我劈开这天，你要帮我。 踏碎这地，天命早已注定，谁都改变不了。猴子曾经听过一个传说，在天庭深处，天机已掌控着万物命运。不会服这种天命。 毁掉天机，人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，永远都不会成功的。就算再花3000年、30000年，我也不会认输的。我让你们经历这一切，就是要你们明白，你什么都改变不了。 才是你觉醒的开始。从今以后1万年，你们都记住这个名字。我是齐天大圣孙悟空。